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嗱，呢一节讲乜嘢咧？我哋条题咧 ，OK， 就死咗啦。喂，得噶喎，咁啊试下啦。我阿正咧就试下我哋呢个鲍鱼先，啱啱咧做咗个几钟，剪开佢先，大袋。大袋入面有個細袋，似乎。喂，袋中袋。細袋咧，入邊咧記住有呢個殼啊！我哋散得好乾淨，粉紅殼擺喺屋企。嗱，除咗話可以 make fortune， 即係咩財富之外咧，有網友話咧，佢喺屋企見到嘢嘅，我唔知真定假。見到咩？見到鬼咯！自從我話食咗呢個咧，佢嗰日殺家散口擺三隻鮑魚殼咧，就見唔到嘢。我嚇，唔係嘛？我問我有冇咁神奇啊？我未問南非佬啊，咁即係我問咗南非佬，未覆我，即係時區唔啱啊嘛。係 ，OK， 好啦，咁啊呢一個咧，風風水嗰個真係好撚靚，仲得了咧。好啦，我試下睇下，正試下呢一個酒槽鮑魚咧，叫有好多汁㗎。黃嘴，基本上佢哋咧。最重要咧，好多朋友好似阿 Candy 咧，即係我哋個同事阿 Candy 啊，佢咧就買咗三四包，就留啲汁落嚟醃嘢。嗯，喂，食噶啦，佢哋睇過曬話好香，香到好緊要。解凍嗱，呢一個係雪硬咗解凍之後咧，喂，你切少少俾我，有冇啊？唔得喎，冇凍，因為我想知道個 texture 有冇變。佢話冇變，我覺得應該冇嘅。鮑魚殼，其實呢個鮑魚真係好大，呢、這個鮑魚係大過阿東嗰啲好多，切少少俾我，啲咁多，我試下嗰個 texture 係咪咧經過咗咩之後咧，經過咗急凍啊，撥上嚟，啊凍硬解凍又冇事啊，冇事啊，嗯。嗱，佢係鮮包，其實仲可以再溶多少少，都係凍。嗯，好撚正，即係兩粒鐘我哋啊，係好撚正。真係老實講，另一種食法咯。你話乾包喐下以成千以萬計，咁你呢一個咧，啊，好撚正，好厚，好厚，哇！真係好撚正，嗯。嗯，好食喎！係咪堅過阿東嗰只啊？佢唔係啊，佢個鮑魚個 texture 真係一流嘅，個味啱我，係啊，啲酒都算重。O K， 唔係啊，但係我話鮑魚嗰個質地啊，嗯、真係唔係粗嘢嚟㗎。喂，我哋繼續食嗱呢一節咧，我哋咧就要講下咧嗱呢個唔係我寫㗎嚇，唔係我講㗎。咁係一個海外嘅 KOL 啦，咁我都好中意睇佢啲評論嘅。即係部分啦，阿陳破空咧，咁佢歸納咗咧有十個徵兆，就係話習近平權勢走向衰落。嗱，我話係咪走向衰落咧？我就真係唔夠膽講，因為我經歷過，我真係經歷過啊嘛，同阿正抗光線啊嘛，一時啊嘛。但係咧係有啲嘢發生嘅，咁會唔會係譬如話身體唔好，有啲嘢做唔到咁多咧？啊，咁我哋都可以講下嘅。好，係咪正啊？超正，超正啊！所以真係老實講，呢個鮑魚咧。我翻覆即係你喺你出邊買都要百幾蚊一隻啊！喂，屌三兩十蚊一隻嗰啲都係南非鮑，點解呢只要百幾蚊啊？都唔係嗰只鮑魚，食落就唔同啦。唔同。你話如果咧阿東用呢一隻嚟做貨咧，嗰個周遠。但係咁你收人幾多錢咧？你淨係呢一個你喂可能要收兩三嚿水，咁你收人幾多錢好咧？同埋嗰個餐啊，有時做生意難就咁啦。嗯。係冇諗掂啊。嗯。啊。佢有啲咬口，但係軟嘅，係啊，好啦，好食啊！各位網友，屌真係，同埋呢個殼啊，幾撚堅啊！屌你老，平常咁犀利，好係啊，哇只，屌你平常啊嚇，好啦，嗱我哋睇十個徵兆先，邊十個徵兆咧？二十屆三中全會毫無新意，嗱我講短啲啊，無論係五千字嘅公佈定22000字嘅議決文，所有內容段落都係老土，冇新嘢。冇，既然冇新嘢，咁點解我推咗大半年先召開咧？你話你即係嗱，即係話，既然都講啲老土嘢，都要推咗大半年啦。因為其實咧，正式嚟講，因為舊年年尾啊，今年咧，今年二三月要召開啦，三中全會 ，OK？ 經濟唔好死啦。第二，
有關的人事變遷，因為其實三中全會很重要咧，都是人事變遷嗰度嗰個改動啊嘛。除了交代了呢個不得不交代的秦剛和李尚峰下落，同埋勉強提到孫金明啊，即係火箭軍的參謀長孫金明應該係。其他人士按全部各自、尤其早已出任國防部長的董軍咧，竟然未能夠升到中央軍委 委員、令到咧原本由七人組成的最高軍事機構中央軍委依然在人事空缺之中運作，極不正常。咁啊冇所謂嘅，有一個有一個咪得咯，係咯，咁但係咧有冇留意咧？佢啲聲明咧有一日啊，係佢就係講咗咧中共中央、中共國共產黨總書記啊，跟住國家主席，就冇提到佢中央軍委個title軍委主任主席，真係唔知發生咩事咯。第三。因為基於上述兩個情節，於是乎會出現一個咩疑問呢？就是三中全會中途出現了乜嘢事？係嗱，點解個三中全會咁毫無新要推遲半年呢？點解啲人事方案全部擱置咧？係咪因為三中全會開幾日噶嘛？係咪中間出現咗咩事呢？最大可能性就係習近平出現咗啲狀況嗱，譬如傳說入邊嘅即係健康問題啦。我先唔出。O K， 於是乎咧，相關議題就停擺、擱置，甚至乎轉向添。轉向又未必係嘅，但係停即係擱置咗啦。第四，三中全會之後，黨媒同埋黨報上面有關習近平名字嘅報導咧，包括相片同埋視頻，大幅度減少。呈下架趨勢，唔係啊，呢兩日上翻嚟喎，好似同往日咧好唔同。OK， 於是乎外邊咪會有聯想咯，我又要撳一撳嗰個聯號先，每日都係呢啲時候嘅，大細聲啦咁。OK， 好啦，第五就係八月期間中共高層集體隱身，氣氛吊詭，證明仍然有北戴河會議。親習嘅港媒事先故意放風，話已經冇乜嘢北戴河會議啦，咁啊係欲蓋彌彰啦。嗱，今年嘅北戴河會議，政治老人有冇參與？會議期間有冇發生內部鬥爭？佢話而家咧就真係好難判斷嘅。同一時間咧，黨媒黨報所反映嘅輿論變調咧，就暗示咧係有鬥爭嘅。所謂輿論變調好簡單啦，你連嗰個乜嘢玩個咩 pair 啊，屌你都可以有得拗嘅。好啦，好多重要文章刊出之後，好快下架。好似新華社三中全會前夕所發嘅改革家習近平呢、這個好奇怪啊！一日就下架噶啦，喂！竟然三中全會咧開召開之後咧就即刻下架。中國社會科學院七月三十號發表嘅《加大制度型開放創新打造粵港澳大灣區2.0正當其時》，暗示要徹底廢除香港嘅國兩制。好啦，跟住又下架啦。喂，我哋講過啦呢單嘢。喂，廈門大學兩岸城市規劃研究所八月五號嘅發表嘅《盡快啟動台灣接管準備》嗰兩個又下架，嗱呢啲捧襲或者極左嘅文章咧 ，OK 都要下架，咁係咪話習近平代表嘅黨內極左勢力嘅挫敗咧？嗱呢個唔係我講啦，我係引用咗陳博空佢嘅文章啊。OK， 我相信黨內有係有唔同嘅勢力嘅，但係呢啲幾年觀乎嚟講，有邊個勢力可以？即係左右大局，左右係啊咁樣啊，除非真係習近平自己即係自己放出嚟嘅啫，但係就算放出嚟啊，點知你係咪玩陽謀啊？陰謀陽謀啊？咁會唔會咁快咁大膽咧？第七，解放軍報發表若干文章，明顯影射習近平，當中黨內政治生活要歷屆庸俗化一文批評，有啲人將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搞家長制，搞得言堂咁。文章仲強調必須增強貫徹民主集中制嘅執行力，凡屬重大問題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醖釀、會議決定嘅原則。而咧另外一篇咧，堅決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這個8月10號嘅文章嚟啊，提出堅決不搞憑經驗決策、拍腦袋決策、一刀切決策。防止用行政會議代替黨的會議，用全批文件方式代替黨集黨委集體研究，
搞個人專段授意特事特辦。咁你話矛頭指向邊個咧？喺同一時間咧 ，OK， 苗華領導嘅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忽然向全軍發放民主集中制嘅讀本 ，OK。咁喺三中全會前夕咧，習近平突擊破格提拔何宏軍啊，唉，個名真係難讀，何宏軍。在為上將兼軍委政治工作部常務副主任啊，咁啊，就係想架空或者逼退軍委政治部工作主任的苗華啦。習近平咧啊，就對佢係搞呢個突然襲擊。咁點解習近平要即係搞呢個苗華呢？三中全會之後咧，呢、這個反而係最奇怪啦。你問我，黨媒連發長文高捧鄧小平，暗貶習近平。咁其實高捧鄧小平係嘅，係咪暗貶習近平？你諗嘅啫。咁但係呢個似乎都係嘅啊。咁但係你話呢啲咁嘅黨媒究竟係邊個控制緊咧？你習近平一早已經揸曬喺手噶啦嘛，係嘛？中共最高理論刊物《求是》先後發表4800字嘅長文，題為《鄧小平科技思想嘅歷史貢獻》；8500字嘅長文，題為把鄧小平同志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向前推。兩篇長文呢都是這樣開頭的，鄧小平同志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公認享有崇高權威的卓越領導人。那這個其實就在三中全會之前這幾年真的我真的沒見過。好了，形成對比的就是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黨媒連篇累著地發表長文，高捧習近平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隻字不提鄧小平。三中全會一落幕呢就轉調了，發文大讚鄧小平呢，文入面亦都好少或者輕輕提及習近平，咁啊，顯示三中全會前後嘅路線係唔係有改變咧？呢你哋自己諗啦，啊，係咪習近平嘅路線輸咗俾鄧小平嘅路線咧？係咪中共高層集體想翻翻鄧小平嗰個改革開放咧？啊，即使為時已晚，我就覺得，為時已晚啊！但係如果，但真係咁講啊，係咪咧？因為其實好多外國人仍然好想同你做生意喎，你唔好搞錯喎，你唔好搞，真係唔好搞錯。第十。就是鄧小平誕生高點紀念了，嗱，呢幾排嘅事啦，呢個禮拜啦，8月17日係江澤民嘅領袖，但係江澤民冇人問津喎，個領袖。8月22日咧就鄧小平嘅領袖，即係琴日啦。話對比江澤民個領袖咧，黨內無人提起，黨內外都無人提起啊。但係鄧小平嘅領袖咧，黨媒咧提前開始造勢紀念，雖然話鄧小平的冥誕就逢十啊，即係120周年咯，即係120歲啊！如果唔使嘅話，官方通常都會整開紀念嘅。但考慮到咧，江澤民喂去世不久喎，即係好似係早兩年啊，咁啊佢個冥誕咁點都有個紀念文章啩？冇啊，當中折射嘅咧，會唔會係習近平權勢衰落咧？啊，因為習近平咧係江澤民嘅隔代指定接班人啊嘛。咁係咪算都係算係協商出嚟啦？啊，呢個有啲牽強嘅。嗱，雖知咧，江澤民去世之後咧，習近平為佢超規格隆重舉行國葬，個規格仲高過鄧小平。咁我因為鄧小平嗰陣時就唔好搞咁多嘢啫，話啊，如果唔係一定係國葬嘅。咁啊，令人哋注意、耐人尋味嘅就係咧，黨媒連發兩篇紀念鄧小平嘅長文入邊咧，多次提到鄧小平喺1992年嘅南方講話，當然就係誰不改革誰下台啦，針對呢、這個江澤民嘅當年。咁啊如果話江澤民時代相對左傾咧，咁習近平而家就傾左諗到好犀利啦。黨媒重提鄧小平呢一段講話咧，究竟係咪即係敲山震虎咧？即係咪點樣咧？嚇、咁啊，係咪有人想藉此即係搞嘢咧？所以無論三中全會開到點，定話中間有冇轉折都好啦，我哋出邊睇到嘅結果就係習近平似乎喺個路線鬥爭入邊落敗喎。嚇、黨內咧可能有人想重舉或者意圖重舉鄧小平個旗幟喎。咁呢個咧喺個
事實發展出嚟咧，似乎係咁樣啦。咁係咪咁樣咧？咁點解鄧小平個韜光弱有冇佢路線冇行翻出嚟咧？咁而家點韜光啫？而家去到咁樣行唔翻啦。依家都就係、是。而家點韜啊？就係咁。仲係戰狼㗎。係咯。一時之間唔知啊，但係因為啲外資走咗咁多，係咪啊？你都唔。但係你唔係，但係你就算而家行翻個經濟路線，你估人哋信唔信？唔係咁容易信你嘅喎。係嘛？呢幾年發生咁嘅事，即係依家係揀部分鄧小平嘅嘢啫喎。係啊，唔係全面鄧小平。你以為咁樣就得啊？啊，鄧校，我哋話齋，有人想提翻鄧小平出嚟。如果你話習近平完全失，咁應該講習文啲人都係啊，慶祝噶嘛。唔係啊，你同話定係我哋話齋，有人想提翻鄧小平出嚟個名，嗯，再吸翻啲嘢翻嚟咧，唔好咁撚死咧。Anyway 啦，我哋作為中國人，梗係希望我哋偉大祖國好噶啦，無論如何都 OK。好啦，嗱呢一個南非嘅粉紅包啦，我哋之前嗱，原來你未食過啊。我哋之前講到咁樣，你有冇期待？你個期待有冇落空啊？仲係覺得哇，屌你比你想象中，因為我哋食得多鮑魚，我哋唔係冇食過啊。試咗內臟啦，係啊，試咗腎啊，腎啊。係啊，啲腎片嗰啲上嚟買啊，嗯，即係嗰啲都食個內臟誒，即係好食嘅幾個，我最中意佢內臟，但係視為鮑魚咧，啊鮑魚出色嘅程度高幾班添，梗係啦，即係老實講係唔關即係都係嗰個師傅做，本身呢只鮑魚係好食嘅，其實鮑魚冇味噶嘛，我哋真係係中意口感啦，但係呢只鮑魚真係好食嘅喎，佢本身只鮑魚都話啦個酒味咧有人嫌濃，有人嫌淡，我頭先再食多嚿咧，我覺得啱啱好嘅，嗯。你而家有啲酒香啊，嗯、但個鮑魚嗰個 texture 真係冇得頂。內臟就係佢同啲我細粒濕咗落去啊嘛，佢唔係啊，佢我諗容易入味嘅、嗯。你啲鮑魚實肉啲啊嘛、嗯、，OK，anyway 啦，食好嘢，開開心心啦，唔好諗經濟啦，嗰啲係還又或者得我一句名言啦，既然都係窮啦，食埋啲餐先算啦，起碼令到我哋唔好咁窮先啦。好 ，OK， 好，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星期日我哋開鋪嘅，咁啊可以星期日10:00到5:00上嚟買嘢，拜拜。